主料，豆腐250克，香菇20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蒜二瓣，红辣椒两个，酱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北豆腐切成条，放到大盐水里泡十几分钟，这样豆腐不易碎。把香菇切条，辣椒蒜切好备用。锅里放油，油热放辣椒蒜爆香，放入切好的豆腐香说，加点酱油盐，翻炒一会儿，加水，盖上锅盖，直到把汤汁收干，最后再加些蒜末翻炒，盖上锅盖，关火焖一分钟就好了。烹饪技巧：豆腐放在淡盐水里泡，一是为了豆腐不易碎，二给豆腐加个底味，使它容易入味，最后加些蒜末会使菜味道更好，蒜香浓郁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